伊算音乐做工业为宗旨，伫个中南部享有盛名的台南爱乐管弦乐团，目前正积极展开公益的巡回演出，对台中、台南甲高雄等偏远学校的巡演，其中的重头戏年度公演，八月二七暗时将伫个台南文化中心来登场。今年的主轴将以女性甲世界民谣为主。我们这次的主题呢，有别于以往，我们先前曾经做过杨三郎许十百岁名单，哇，非常民众非常的这个喜欢，好，那就是每一年都爆满。那么去年我们有这个文学与音乐的对话，那么今年呢，我们把主轴转向了女性主题，好，这样子，而且是世界民谣，然后我们是收集的包括像西班牙、阿根廷，好，等等的，那包括我们台语、国语都有，那以女性为主题，好，来这个阐述这个女性在我们，尤其像我们在这疫情当中啊，这个女性啊，这个的贡献啊，伟大啦等等的。那么是入场方式是锁票入场啊，欢迎大家啊莅临欣赏指教。为宣扬台南爱甲管弦乐团的爱甲公益，现场包括议员詹培雅、台南市政府文化教育等单位，以及协办单位台湾首秒天团、人间道主神会等，也都出席为活动来宣传。台南市今天就算是第二十四场，那在8月27号要在我们文化中心免费售票，而且我觉得谭老师跟甘老师夫妻哦，为了这个音乐，把这个爱用爱音乐的爱讲给学生，到偏乡的孩子能够受到无限的关怀，是一个好的音乐家，我们应该支持他，也希望在他8月27号这场的音乐会能够受到我们台南市的人能够一个音乐响应来共享。我想我们一直在做文化推广的工作，那文化推广工作除了公部门之外，其实也很需要像我们守庙天堂也好，人间道慈善会啊，还有很多很多的企业一起来帮忙。啊，艺术的扎根永远不嫌晚。那文化的平权的推广，也希望能够尽量去普及，让整个文化艺术的享受能够普及到每一个人哦。那在这边也谢谢唐老师，也谢谢曾培雅议员哦，一起再来把这一场音乐会再推广出去。我想8月27在台南文化中心一定是最大型的一个演出。是免费索票，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共享盛举，让唐老师的精神再次被看到。这次的参与演出的除了台南爱乐管弦乐团，还有曼陀林乐团、新爱乐合唱团、风鸣合唱团和神话国秀的美声合唱团等，将近百人的演出，欢迎民众免费索票入场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